这一件连身裤的显瘦指数是300分给他，我的腰变超小的，花布超漂亮，是绿配白。不想穿一字领的话，就是把它拉上来一点点；想穿一字领的话，就把它放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腰头是松紧的，所以大家可以驾驭。那刚刚有讲到这一款的布料，它比较特别，它是也是棉麻的哦。要在外面买到绿白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容易。它整个是非常修身，然后气势高昂的连身裤，不是那种轻飘飘那种海边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这件是真的质感万分啦，如果大家很喜欢的话，它其实是不紧的，不紧的，所以呢，我觉得紧我一定会老实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紧，所以呢，其实它是轻轻靠在你的皮肤上的，我觉得是很棒的。小口袋很好看，比较肉的人，你们可以穿斜肩，或是你要不要斜肩气质又不一样，气势又不一样，头抬高一点，穿高跟鞋。然后如果呢比较肉的粉丝，你的手臂比较多肉，你可以穿平口，因为妞妞的上身比较小，所以平口我可能很勉强可以啦，很勉强可能会有点小微调，但是也是很显白的，它摇晃不起来，它就是很笔挺，所以呢跟那种雪纺穿起来的花裤装的那种感觉跟气势跟质感确实真的不同，真的很好看啦。然后呢，我觉得最棒的是它的裤型，它的裤型就是跟一般那种直筒的雪纺裤型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往外，然后就变得腰很细。